这边都是共修组里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些老阿姨啊，嗯，就是岁数都比较大的，嗯，然后请台长稍微开示几句。你记住一句，首先你这种想法你就是不对的。什么叫年纪大老阿姨啊？众生平等，你把菩萨这句话忘记，你还想做菩萨，所以你要下去呢。你怎么最好都是小姑娘，你天天开心啊，你就是要用这种环境来锻炼自己的。你今天是学佛的，又不是去看好看难看的了，这没出息的。你买本画报回来看看好了，你看看这些演员好了，神经啊。你去学佛的这些老妈妈老阿姨都是未来菩萨，听得懂吗？嗯，你去跟人家进修的话，你还要觉得怎么样好坏啊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气场不会被他们带坏的，你的气场也没什么好。人家老阿姨拼命的念经的话，人家气场不比你差。除非那些呱呱呱呱呱呱这种人，你不要去理他。一门心思在边上念经的人，气场一定好的。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的。不要没出息啊！怎么最好跑着去弄两个小女孩在那里看了，开心啊，神经啊你啊！那你修什么心啊？和尚为什么到山上去了？嗯，好的，台长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像你这种人，应该好好叫你闭关了，叫你去出家去闭关了。我告诉你，分别心这么重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不可以的。嗯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又不是到俱乐部去，你就到俱乐部去好了。女孩子一大堆呢，这种女孩子哪个理你啊？哪个有良心的？就看钱，你会得到什么？你会得到耻辱。我告诉你，理都不要去理他们。修佛学佛看了一辈子了，还要看有什么好看的，都是空的。你年轻时候班级里那女孩子不挺好的吗？现在到哪去了啦？好好改毛病啦。好的好的，台长。要深挖自己的痛处，你才能彻底改变。如果你不挖自己痛处，你永远改变不了的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台长，你要看看那些老妈妈多可爱，要看看那些老妈妈多可怜，他们没几年你看都看不见了。那些老妈妈如果都是你母亲呢，这些阿姨们多慈悲啊，多出去度人啊，你要有这种想法。如果这是你的阿姨，是你的母亲，从小把你领大，你会有这种感觉吗？嗯，好的，台长。这就叫境界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。好好改毛病啊。嗯。好好念礼佛，否则的话你会下去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好的。嗯，再见了啊。嗯。嗯，台长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好好身体。嗯。